开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米戈桃园队阿成。大家好，你们好现实哦，为什么刚刚男生队长上来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欢呼声？有啊有啊有啊。来教的是中职明星队的应援曲，那当然呢、啊、这个也不能说幸运啊，就是拉米戈桃园队呢在中职明星就只有廖健富选手一个人，所以呢今天就来教廖健富啦。好，那他的应援曲呢，哇相当简单，不好意思，阿成的福利又要来了，来来来，等一下被挑到的公上啊，你那公，好，就先搭肩，搭肩呢，我们就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啦，好没吗？我也好想参加，可以吗？不是，我要跟大家讲，我今天算客气了，我平常女孩数是至少是四倍，好不好？而且我要跟大家讲，昨天不是有球迷说什么，那个啦啦队长穿长靴好像是 gay， 你才 gay 的，全家都 gay。 不是啊，这不是说性歧视啦，就是说重点就是说我们穿起来，因为我们大家脚比较修长啊，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是性平的，性平的，好不好？哦，对不起对不起，要教了要教了啊。开始哦，慢板啦啦啦啦啦啦，好，来拍手拍手，廖健富 ，OK 啊，八八八八八八，廖健富，好 ，OK， 来口号呢，需要大家右手的赞，健富 ，Q 八健富 ，Q 八安打廖健富，健富 ，Q 八健富 ，Q 八全力打廖健富，好，谢谢，教完了，不要吹嘛。别队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跟随，谢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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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没有吗？我没有。美女，我没有。我要挑一个，真的是蛮厉害的。我没有。谢国哥啊。谁？谢国哥。对，有有有有，当然是要挑别队的啊。好，来来来来来，不好意思，因为后面还有队啊，不要再拖他们的时间了，等一下我下去会被骂你。好，来，帅哥，这个等一下，因为他是相反的，所以女孩等一下，你要我们，你跳台下的就好了。好，来跟着我们的音乐哦，要搭肩哦，好。举得这么勤，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大家一起拍拍手鼓励。好，来搭肩搭好了，不用碰到也没关系，碰到也没关系。好好来 go，
到了。来来来来来，合照一下。好，当然你要拿米果了吗？我怕你丢掉。好，我们有算好了，啊。耶、yeah, ，谢谢。哎，贵姓？姓苏的林，好，林先生，好，谢谢。来，等一下哦，说不定你可能会进到决赛哦。好，来，谢谢，把时间交给我们最帅气的阿路。阿路没关系，直接上了好不好？先上。好，对，我们谢谢阿成、兰兰跟倪轩。接下来，掌声欢迎阿路、杰米跟橘子。欢迎，谢谢。我要统一的。好，我要统一的。是。昨天我有听到大家说我们球员戴培峰的很难跳，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不要教他的好不好？啊，我教简单的，哦，这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来，王正堂的好不好？王正堂，大家都会了吧？会了，那我们就结束了哈。来，王正堂很简单，右手、左手，待会借给我们，先是你们的右手，棒棒糖，棒棒糖，王正堂，对，我爱王正堂，记得要扭腰，我爱王正堂，王正堂，王正堂，正堂是王，好不好？如果手可以交，好，我知道你们会，等一下，我们直接跟着音乐好不好？来，请。讲次规则后，我们女孩会挑一位现场跟我们互动最好的，被挑上来那一位最后有机会再得到我们的球衣哦。所以只要你现在认真跳，就有机会先得到你们队的毛巾，好不好？来，跟着音乐，棒棒糖的音乐，来，右手，棒棒糖，一起来。要请你们来帮我挑选了哈，来，有没有同一师的？不用举了哈，刚刚同一师被挑过了嘛，来，对，来，请你们两个讨论，帮我选一个。好，来，找到哪一个？穿这个，穿好，那就是你上来，穿黄色球衣的，好来，兄弟的，还好是女生啊，这首歌曲也不用搭肩啊，好不好？来，跟着我们的呼麦安九再一起来跳一次我们的棒棒糖应援歌曲，好不好？来，现场会跳的，再一次麻烦各位一起来跟着王正堂的应援曲 Go， 来，右手一起借给他。我们有准备四队的应援毛巾，你只要穿什么，所以我们就送什么。来，请橘子跟杰米一起来，我们也一起合影好吗？看清镜头，好，来跟我们的动态挥手，耶！好的，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这位可爱的球迷，谢谢喽。好的，也准备将我们主持棒交给下个队伍喽。好，谢谢。不是直接 Q 下一位队长吗？我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可以自己来。好，自己来。好，来，好，掌声欢迎统一 Seven 师队达平，还有倪妮跟陈琳。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先问大
家介绍一下，在我的左手边，他在右手边的是陈琳。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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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刚刚十个人呢哦。好。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左手边的是妮妮。好的。刚看到第一组是搭肩哦，我本来想说直接改心连心呢。啊，统一雄用哎。对，好，那个我是觉得哦，还是要照原本的流程走，不然 DJ 会突然慌掉，好不好 ？OK， 那等一下来教新人好了，教新人教林祖杰。OK 啊，那林祖杰啊，等一下，双手双手，有空的话双手啊，炮哥不要把相机突然摔到地上，我赔不起，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拍手拍炸。你的右手就是炸，炸，炸鸡的炸，没错，拍炸，拍拍炸球，拍手炸，祝林祖杰 ，OK。那音乐当中啊，双手举起来的时候就喊出一个字，炸，炸 ，OK， 炸裂的炸哦，不是陈子豪哦，好不好？林祖杰在陈子豪后面打哦，这一个炸裂，一个炸组 ，OK， 好了，那我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了 ，OK 吗 ？OK 吗？先来个掌声好不好呢？好了，跟着节奏一起来给林祖杰加油。反正你就记得炸，炸组就这两个而已，好不好？够炸了，好来，那要来挑一下表演的，来，等一下，先问一下，首先问一下，统一队的球迷举起来，统一手举起来，统一，好，然后兄弟的球迷举起来，好，请挑没有手举起来的那一些人。哎，那你怎么不帮了吗？不帮吗？来，不帮。来，上了上了。快一点啦！不要拖时间，好吧，辛苦你。快点快点，上上上。你可以借我一次麦吗？可以借我一次麦。可以借我一次吗？我是队友，是队友。来，等下，因为昨天上来那位我没有先问，请问一下贵姓？好。好。好霸气。气哦！你好，你好，你好！哦哦，真的真的呢，真的还是好霸气呢，好北气啊，好北气！哎，你是不是传说中那一位？听说只要准备你去颁 MVP 的时候，那一天就会特殊状况，是那一位吗？两次而已，好好。OK， 林祖杰的应援 OK 哦。没关系，你就照你原本顺手的方向就好了。你这样子会不小心碰到你的手，我知道。哎，你不用这样哦，离我那么远，我可以不给你哦。好了，好了，开玩笑，开玩笑。OK， 好了，准备好了，林祖杰的应援哦，两次哦，两个循环哦。OK， 好，口号也要一起哦。OK， 好，来跟着音乐节奏，来给祖杰加油 ，Come on！放开一点，没关系，来，手掌要打开了，手掌要打开，拍手 ，Come on！全场一起来，跟着一起来，大声喊出来，应援一起来，炸，炸主，炸主林祖杰，全场一起拍手。大声喊出来！大声一起！
掌声鼓励。好啦，那接下来就请陈琳来帮我们送一下礼物给这位好霸气的这位选手，来一起合照一下，妮妮也一起来哈，来来来来，我们给。他马上拒绝我，他刚刚讲说可以不要吗？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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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我们这位好霸气的富邦应援队哦，谢谢你们。好了，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两位台上的 Uni Girls 陈琳以及妮妮，谢谢大家，谢谢。好了，接下来要来欢迎的就是强攻队长小白，走到旁边去，接下来还有桂桂。好，那谢谢我们达比帮我介绍，那我就不多介绍了。哎，哪里？刚刚谁在叫？谁在叫？哎，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哦，每天来都有签唱会的感觉。好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教的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职联队跑得最快的选手陈江河。对，那今天呢是担任第一棒，不要怀疑，对，不要怀疑。哦，安姑为了，哦，因为前几天这个刚好在我们球队的赛前练习，然后我有看到安姑其实在练球，所以我也跟安姑小聊了一下。他为了这几场的比赛，他都没有睡觉，哦，那每天都为了这个要为了打第一棒哦，非常认真练球。所以等一下呢，希望大家，因为这应该也是安姑最后一次打明星赛了。好，那也希望等一下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安姑加油。那我先讲解安姑的口号，很简单，我就是对安姑 go， 安姑 go， 泪眼无敌陈江河，安姑 go， 安姑 go， 泪眼无敌陈江河。好 ，OK， 好，好，那我也不用，真的不用多说什么了。好，那我们但是大家还是要跟着音乐走一次啦。好，那我们先跟着音乐简单走一次，好不好？那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谢谢。好，我这边先来哦。好，一边帮我看一下台下有哪些人跳得特别猥亵的，我们不要选他，谢谢。好，跳就跳，嘴巴不要张开，不要流口水，谢谢。一二三，来，阿叔，走。这个时候呢，不好意思哦，因为按照大会的规则，我只能挑拉米狗球迷，所以很抱歉。我们挑一位长相最丑陋、行为最可耻的，来来来，你们还自承认哦，这件好奇怪哦。好，怎么办？好难挑，来两位有没有什么想法？昨天上来过哦，对不起哈，不好意思啊。张磊，张磊，怎么了？哪一位？一直跳那个，哎，来，小帅哥来欢迎你哈，好来。买，他还没有跳，不要送他毛巾啊，还没跳就要送他毛巾，这样他好像过太爽。啊，这边绕过来，这边。哎，你是拉米狗的球迷哦，可是你穿的又不是。然后从王博的帽子。哦，王博，这是王博帽子的。OK， 好。OK， 好，非常好，冠军不要再面秀哦。少男。怎样？我们有四连亚，你们有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输球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还讲那么大声。来看一下，哎，这位哎同学怎么称呼？焦医生，焦医生是吗？医生，哦，医生是吗？我要焦医生是哪一国人？我都听不太懂。好，那这个平常呢都有四队的球赛都有看吗？还是只看拉米哥而已？拉米哥，哎，请下去，我们再找下一位。没有，今天明星赛没有，今天明星赛嘛叫四队同乐，那等一下时间就交给你了。啊，下面女孩一样帮我看一下哦，如果等一下跳得太猥亵太丑陋，我就请她下台。OK， 好，来跟着我们的音乐，谢谢。拍手。
谢谢伊森，真的很棒。哎，我们先这个奖项，先把这条毛巾就先送给伊森了，谢谢。好，感觉出来真的他非常认真。来，我们一起跟给他一点福利合照一下，好不好？好，来，好，他最大的福利就是我站在旁边。OK 吗 ？OK 啊，好。谢谢，那这边我们先旁边稍等一下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八位女孩一起上台，好不好？来，我们请下六位女孩上来。队长，我们一起上来好了。对，因为我们要决选嘛。队长，我们一起上来，队长一起上来。好，这个时候八位女孩刚才有稍微看了一下他们的表现吗？现在还要先稍微讨论。对，要讨论一下。来，我们八位女孩稍微 close 一下，你们讨论一下刚刚的四组，你们自己觉得哪一组比较好看？来，你们先小小讨论一下。哦，给大家讨论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好。不要太久。有吗？有想法吗？没事。啊，为什么要猜拳呢？好，你们啊，对了，那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不急了，或者是你们觉得刚刚有两个，因为我们先挑，看你们觉得谁最好，还是你们有觉得有两个不错的？因为我们昨天最后两个不错的进行最后的 PK 决赛。对，有什么想法吗？你要直接也可以，有一个就不用再选两个了。好，你们有想法对不对？好，谁公布答案？贵贵吗？好，来贵贵，那请您公布我们的胜利者。哎，等一下，你不要，哦，不好意思，因为贵贵常常都会不知道答到谁。没有，她是空灵系女神，所以她常常的答案都会很奇怪。有我们三杰空灵吗？没有哎，贵贵是没有，真的吗？有机会两位交个朋友，好来来，那贵贵来，帮我们公布 是算我们家的还是算？没关系，你就公布你觉得刚刚挑最好的是最后一位压轴，压轴吗？谢谢，这是我挑最猥亵的啦，你根本就指桑骂槐，不是，你只是长得猥亵，好不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好来，那恭喜他获得这件球衣，那我们跟八位女孩一起合照好不好？好，来来来来，直接套上嘛，直接套上，好好好，帮他套上，卫冕者宝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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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大家应该想先拍女孩，那女孩我们再靠近一点。好，那我们先让我们的现场的球员朋友一起看，那一样先看着正前方嘛，好，来先看正前方。好，左边，来我们左边微微的测一下，来看一下左边。大家拍照都好专注。好，再看右边，来我们右边给右边的我们的球员朋友捕捉一下，谢谢。那今天的天气也是相当炎热哦，也希望大家呢要来多补充水分。好，最后呢委屈大家一下，让我们队长哦。先不要走，先不要走。对，不好意思啊，委屈大家的相机啊，哦，不好意思，这是例行公事啊，我们要交差一下。好，再把我们码头就可以了，好不好？一样看前面，谢谢。要换上自己了，我们队长还往左边一点。啊，再往左边，然后队长用跪的移动，你看多可怜啊！来来来，看一下，哎。好，阿成太高了，是不是？没，他只有蹲下来比较高而已。我也是知道，对不起。我是躺着。好了，要么中间镜头先来。好，要看正中间了，正中间来耶。好。左边嘛，好来移左，左围移一下，围移一下左边，左边。还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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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这样在台上叫他很帅，我们三个人情何以堪呢？好来，好了，我们跟动态也会一下手吧，跟前方的摄影机，来耶！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球迷朋友耐心，谢谢我们二位辛苦的女孩，我们辛苦的队长们，我们等一下呢场内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四队的队长，还有八位女孩。